今日一起做几个动作改善寒背，需要一条毛巾，双手在身后拉直条毛巾，卷个膊头去后面挺起心口，又同一时间肋骨和肚腩仔要缩回入去的， engage 住个腹肌，肩胛骨夹实，手踭伸直，然后向前弯，两只手拉直条毛巾，手好像想掂个天花板咁样。有需要的可以用一个揽枕或者瑜伽砖支撑住头部，在这里维持住30秒。接住落嚟做牛面式，上面只手揸实条毛巾摆喺背脊嗰度，两只手捉住条毛巾之后，可以轻轻的向相反方向拉，维持住大概30秒。睇多一次，上面只手将个毛巾摆喺背脊度，下面只手手心指向后面，跟住先至曲手踭，两只手沿住个毛巾一路收窄个距离佢，避免拱起个背脊，亦都避免咬腰，个头望前面，避免耷低个头，肋骨同埋肚腩仔都要缩翻入去。保持住个脊椎一个自然的曲线，每边都是停留大概30秒。跟住我哋会趴喺个地下度做 shoulder dislocation， 额头就咁喺翻个地下嗰度，两只手捉住毛巾嘅最边边，然之后慢慢两只手向后，再向翻前。下一个动作我嚟强化背部嘅肌肉，超人式。两只手伸直指向头顶方向，拉直条毛巾佢，然之后吸气，呼气，慢慢嘅上半身上嚟，叫住个腹要用力，大腿同埋腹都黐实个地下，用个背上嚟，沉低个膊头。下一个动作都系练背嘅，今次上半身唔使上嚟啦，两只手都系分开拉直条毛巾，跟住曲手踭，等个毛巾喺头上面经过。下一个动作都是练背的，可以不使用毛巾，趴在个地下那里，额头落地，吸气准备，呼气，两只手向后 squeeze， 夹实个肩胛骨。练完之后慢慢去个 child pose 那里唞一唞，你可以大髀合埋，额头落地，两只手摆在大髀旁边。今日练背部肌肉的动作，你可以三个里边是但拣一个，每一个动作做8至12下，做3组。今日的分享去到呢一度，我哋下礼拜一再见。未订阅的朋友记住揿中间幅图，咁你就唔会错过下一次影片噶啦。拜拜。